啊，不行，没球了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水豚夫君，耶、yeah！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没有错，就是12月12号 Pop Light 大改版更新了所有资讯内容。其实没有啦，我只要讲几个而已。小小稍微解释解释，那我这边要开始跟大家说更新的部分咯。全新的生存赛季及通行证第三季终于来啦，那我来介绍一下，有每日任务、每日可接取两种任务，玩家每日可以重置一次的一种任务哦，一天只限一次，每周可接取6种新任务，然后免费版的有3种，高级版的也有3种。若当周完成任务时，上周任务不会消失，并可继续完成上周的任务。每次升级时需要的经验降低，并较容易升级哦。那我们来介绍生存通行证 Part 3，我称它为超豪华妹子贵族称语 Max Part 3，简称它为好妹妹三。通行证贩售期间是201912月12日到2020年2月3日，升级券贩售时间是12月12日到销售至第三赛季结束前。那先跟你们讲一下，这些商品啊，在商店有限时折扣哦。限时折扣期间是201912月12日到201912月19号。高级版生存通行证在限时折扣50%，生存通行证高级版 Plus 是限时折扣71%，是不是要赶快把握时间给他买包？哼，说真的，真的要买包。我最喜欢的是这件衣服，很可爱。那再加上这一次更新的超完美的脸蛋，哼，有没有超像我？很可爱。啊，这次真的超豪华的哦！没错，12月更新的全新宝箱——圣诞节宝箱，贩售期间在201912月12日到2020年1月9号，下架时间是以游戏商店为主哟。那贩售方式就是玩家们可以自行在商城购买宝箱时，可选择购买方式的 L 币或者是吃鸡币的部分。那价格的部分是可以单抽60个 LB，或者是4个吃鸡币的部分就可以换取一抽哦。还有这是超赞的10连抽，不管40个 LB 以外，你以为只有这样子啊？没有，你只要有40个吃鸡币，你就可以换取10次的开箱，还不赶快去给他吃鸡吃起来！快来人，让我包包大吹，带我吃鸡，我想要所有的套装啊！好啦，那。来陪我抽奖吧，各位！没错，吃鸡币，我换取了54个吃鸡币，嘿嘿。这边跟你们讲一下，每日任务都可以重置一次，等于说你可能吃鸡币可以拿2只，应该是这样子。那我们来一次抽10个吧，来吧，你们先拜好了吗？先拜好了吗？来抽了。呵呵呵，啊啊，没错了，咦、不是吧，我有坐非洲啊，不要。耶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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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，我也太肥吧，跟你们讲一下，吃鸡币的部分现在可以改成玩家自己在商城购买时，宝箱可以选择你要用 L 币还是吃鸡币，没有错。当然，吃抽也可以直接用吃鸡币抽爆。但是我觉得我有点悲抽，改抽抽爆。Nope。再试一次。Nope。来抽爆。Nope，我也太非洲了吧！傻眼，我抽完了，我抽完了，我有够非洲。